小今天天气好，我们去公路里跑点走。顺便给你点劲儿噻。小勇子，怎么？你找不到就得摊摆起来。我对了。没有弄谁，你找谁？哎呀，老好路来了。哎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都不行啊。你怎么有点失神了？哇！这就跑跑，哎，被他踩下坡了哈。慢点。哎，过来。哎，要不这个是报应子啊？真的啊，还好我没落多。干是干了，还有点报应。哎，你刚刚也真的不动了吧？哎，你来找我叫。啊，来找我。哎，涛涛，我一会儿，你一会儿来装两下，涛涛。是啊，就到点来听了。是，就是我带你摸好石头当皮嘛。来。老了，我三下。快点，我的压下来了。快点，快点，我坚持不住了，快点。真的，我加油。今天好温柔。哎呦，哎呀，快担死我了，扣油啊！希望，峰哥子。哎呀。你起晒晒。对。好听啊。再夸吧。哎呦，还是我这个人噻。我去挣十块块钱。拿挣菜啊？他不是拿挣菜的。那我还说拿边走边抢。哎。我给他们来洗洗，拿来蒸两块菜，再来拿个辣凉拌，这个就拿来炸鸡的来蒸，是吧？我喝水呀，大大。我就先把它焯个水。好清香哟！那你让它泡会儿，我留起来，去干啊！加点油，加点酱油，加点盐巴，嗯，哇！茴香，哇塞！嗯，加点鸡蛋儿，那个金块块儿，嗯，加点米蛋儿，啊，大块儿，把它拌一下儿，过了嘞，打。香了，不仅香，你看还好看的。啊，这个好的。啊，嗯。啊，手上还有点儿。早就敢吃了是吧？我飘起来。来。嗯。可以，还有。我们这个小林哈。这槐花咋整？要整好香。这个凉拌这个还好吃的。是啊。嗯。你吃吧，我给小明拿过去，真的安阳。嗯。是不是？有种清新的感觉。嗯。有点好香。小明了哈。我觉得好香嘛，那边再多点还好吃。嗯。嗯。给你们去弄菜，划到那个哈，又带两个菜。不然两回菜，那么紧张？阿婶，你起来吃了，下次等落雨了，我们早点起来，我带你去。嗯嗯，很饿了。